老板他怎么了？看起来又心情不好了吧？香草，去看一下你老板怎么了？不行，我不想那么快离。张离，干嘛？你老板比较疼你啊，你去啦，快点。哦，我不要啦。你去啦，快点啦。我怕，我不要。你去。哎呦，我怕。老板，你还好吗？老板，哥，怎么了？老板好奇怪，我刚刚讲话都不理人呢。你拿咖啡去，要问他咖啡茶还是怎样，他就会笑了。这是咖啡可以解决的吗？去！等一下，这是咖啡可以解决的吗？老板，我拿咖啡来给你喽。老板，人在哪？奇怪，他们是人在哪？厕所没有啊。老板，奇怪，他人呢？老板，我拿了你的咖啡来了。老板，你还好吗？老板，快点，你们快点去看老板，他超奇怪，整个人很不对劲。我刚不是拿那个咖啡要去给他吗？啊，我就进去，没有看到老板，我就一直找，然后。我一回头，他就突然出现在那个角落。到底有没有卡到晕？不是，就算卡到，也不是我卡到啊。他那个反应就有问题哈。香肠，你去。不行，我是熟的。有用，还你去。宜信，你兄弟啦，我自己去。好，我去。啊，我回我看过了。没事啊，他躺在前面了。过了啦。草原。你得冲啊！你得冲啥啦？你到底在冲啥啦？我就说他很奇怪呀！哎，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老板出大机啦！老板醒醒啊！老板，在干嘛啦？在恐惧中站立吧，我将终结你所认识的世界。不管是艾伦·古阿莫还是精灵与蜥蜴，都不会是我的对手。我终将主宰这个世界。现在，暗黑生物，听从我的号令，向艾伦·古阿莫、精灵与蜥蜴发动致命攻击！干嘛不开灯？你想创啥？白痴哦！你想创啥？哪个大机？你到底是在创啥啦？我会继续压咧，看你手会酸无？你搞这么神秘干嘛？你不乐啊？喂 ，Hello， 醒醒！不是啊。我最近在玩《魔戒：开战时刻》，我是戒灵的种族代表。这次我们黑暗势力一定要抢到至尊魔戒了。啊，你玩游戏干嘛这样神神秘秘的？我就是想说要投入角色啊，看我能不能想到办法打下第一战的胜利啊。那这个游戏的特色是什么？有精良的画质，让玩家身临其境，忠实的还原中土世界。游戏真实还原的中土世界山川地貌，从雅勾纳斯到末日火山，精美的画面品质，魔幻感极强的美术创作，超高还原度的指挥官模型，让人沉浸在中土世界中的瑰丽之中。就这样。当然还有最真实的中土战争啊！游戏加入了种族纷争，为荣耀而战的玩家可以自由选择中土世界里面的势力，不管是正义的精灵、矮人、人类，还是邪恶的半兽人戒灵，你们可以和全球的玩家一同在中土世界里面成为彼此的盟友或者敌人，在中土世界里面为了你的势力而战。哇，感觉很丰富哎！还有。高自由度的策略战争，在这个由数百万格的土地组成的广阔的战场中，必须运用你的谋略进行排兵布阵，
配合地理位置进行战略作战，才能在残酷的中土世界中生存下去。听你这么一说，这游戏的内容就包含了探索、开拓、建设、发展、战略、交友，哇，很多呢。哎，等一下，你刚说的第一站的胜利是什么啊？哼哼。那就是阵营的社群天文争霸战。阵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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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天文争霸战。太近了啦，我今天穿那么帅，至少把我拍进去吧。我们含羞草日记粉丝团发布活动贴文，请含羞草日记的观众粉丝们点击贴文的表情符号，象征攻击以及防守，同时挑衅敌对势力，并留言我们界灵种族的势力指定宣言，即可参加抽奖。如果我们赢了，除了官方的奖励外，还有我们含羞草日记提供的 NNS 品牌商品。但是如果输了，会有惩罚的机制。所以各位观看影片的观众们，这是第一站，我要赢。游戏什么时候上市啊？4月14日就已经开放下载了。一场全新的国界战争即将到来，中土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那我赶快下载。哎，我手机，我手机，我手机。我手机，走，快点去下载。我手机要去哪？各位观众，赶紧手到下载。想得嗨。This shit, I'm out. Mm-mm.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I'ma just grab. 老板，你还好吗？老板，我把手机响了。然后我就转过去，就突然出现在那个墙壁，而且还蹲在那个角落。哎，那他有吃阿盖吗？没有。哈？你怎么可以笑？我有个本钱吗？你怎么可以笑？新来的先，你走，你不要回头看，走这边。哇，嗯，啊，小了，等一下。